最近网络上传出了一个号称植物系鱼子酱的玩意儿，原来这是原产于澳洲，叫做拇指柠檬。记者找进口商看到了本尊，粗糙的外皮就好像柠檬一样，不过大小只有大约一到两个指节，外皮有着类似香茅的香气。从中间切开，一颗颗红色透明的果肉就像是鱼子酱一样，送入口中有着柠檬一般的强烈酸味，却带有葡萄柚般的清香。目前共有红、黄、绿三色，香气有些微的差异。拇指柠檬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仍然相当新奇且陌生，购买者多是高级餐厅，用来搭配海鲜或是甜点，不过每100公克要加400元，可真不便宜啊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